台长最近辛苦了，太辛苦了。嗯，没事，好好努力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努力，一定要，如果到人间来，你们觉得前一阵子很顺利，而且经常知道自己是菩萨的话，你们叫救人了。因为现在是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有很多东西跟相法时期和正法时期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不能拿正法时期的一些观点来看现在末法时期。相法时期的人很正，心很善良，现在的人各个贪，各个自私啊，就知道自己，永远不知道别人的。你说佛法会一样吗？很简单，就是说一定要注意了，因为末法时期会有很多怪怪的事情发生，你听得懂吗？嗯，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让你们知道了前世，让你们知道了菩萨之后，如果你不好好度人的话，呵呵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接下来你们可能比我还清楚呢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听懂了。啊，好了。嗯，嗯，谢谢台长。嗯，好好努力度人啊。嗯，谢谢台长。嗯，台长，每次听到台长的声音都特别疲惫，特别疲惫。嗯，累呀，没办法的，睡得少，天天这么忙，哎呀，不停的事情，嗯。